嗨，各位好，我是墨镜哥，今天跟大家吹水一下啊，吹什么水呢？今天呢，就是一次非常大的新闻。今年啊，2023年11月9日是今年里面最轰动的一次新闻之一。马来西亚有史来最年轻的国会议员是吗？应该是他吧。吉隆坡高庭判决统民党马波国会议员塞沙迪串谋失信、滥用资金和洗钱四项罪名全部成立。最年轻的部长啊，可以算是他吗？也可以算啊，其中之一了。但是他今天被判了罪名成立，需要坐牢7年，打鞭2下和罚款1000万。太过啊，惊人的新闻啊！我听到了一个31岁的小伙子啊，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吗？可以面对这样的压力吗？如果真的内心不强大，真的会崩溃了啊！我们大树虽然是可以吹水讲，但是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惩罚，面对这样的法庭啊判决。我们要怎样去心理面对呢？啊，我相信很多人呢看到这个新闻，心里内心都非常的震撼啊！不要说自己内心本人，但是他还可以很从容的在记者招待会里面呢啊，还可以发表一些啊他自己本人自己对这个判决的看法啊。当然，在法庭的判决，我们都不可以。讲公平或是不公平，千万不要讲，大家这个是违法的啊，是藐视法庭的一种。虽然我们可以在啊吹水这个平台啊发表我们自己个人啊对这个新闻啊的看法，但是我们对法庭的判决绝对不要啊做一些评论啊，所以在评论区里面最好啊不要乱写。啊，给那些一些朋友啊，很喜欢在吹水里面呢啊乱扎，这个法庭的判决是不可以乱吹水、乱扎啊，因为是触犯法律的。好啊，这今天我们就先讲一下塞沙提为什么会被判这个7年的牢刑，还有1000万的罚款，还有。鞭笞2下，来，我们接下去看看他的报告。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非常受瞩目的一个年轻政治家，就是我们在新闻里面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年轻政治家，他的名字就叫做塞沙迪阿杜拉曼。他不仅在马来西亚政治上崭露头角。首先来我们看看他一下他自己本身的背景。塞沙迪出生于1992年12月6日，出生在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普的一带，叫普莱。他的父亲是新加坡建筑工人，而母亲是一名英语教师。塞沙迪呢是家中4个孩子里面排行最小的，他的求学之路也是非常不寻常的。他开始于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他在求学时间呢非常的特殊，在大学期间呢，他展现非常非凡的辩论才能，曾3次参加学校参加亚洲英国国会辩论赛，而且3次获得最佳辩手奖。正当他被牛津大学录取并获得6万英镑的奖学金的时候呢，他选择了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了参加2018年的第14届马来西亚全国大选，当时他参加了马哈蒂的内阁。然而呢，他并非呢只是政治家而已，而且更是土著团结党创党的成员之一，而且当时呢担任了青年团团长。不过在2020年土团长派系斗争之后呢，他被革除党务呢，他和一般志同道合的一些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党
都叫做马来西亚民族联合阵线穆达，并担任该党阵线的创党主席。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墨镜哥你要讲这个塞沙迪呢？其实我想讲的就是塞沙迪他跟我们现任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来，我们去看一看到底他哪一个地方是一样的。那么我回首安华以前呢，很年轻就涉及以政坛，而且很擅长于演讲和辩论的一些领域啊。塞沙迪在大学的时候也是敢展现了非常不一样的辩论口才，所以他们两个都非常相似的地方啊。他们也是在马来社群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年轻人，他们是一个青年的领导者，而且对马来西亚社会，特别是马来社会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安华和塞沙迪两个都非常年轻就涉及的政治，而且呢他们两个有非常好的一个教育背景，就是他们都上了一个非常知名度的大学啊，就是证明了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的领导能力和才华。再来呢，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面对困境而且接受到非常大的挑战，特别是政治生涯里面面对的一些种种问题。我们讲回安华，1998年因为坐牢而且被革职啊，这一些都是塞沙迪现在面对的一些问题了。最后呢，我想要讲的就是他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改革政治主义者，所以他们两个都有非常强的一个年轻魄力，而且希望马来西亚政治可以得到一些改革，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看见的啊。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政治在二三十年里面一直在徘徊，而且这个组织的马来西亚向前进步，而且马来西亚跟别的国家比起来呢，我们一直在开倒车退步。希望我们看到这些视频的话，给大家更多一些启发，还有更加对这些马来西亚政治的多一些了解。好，我们的视频今天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